在 Q81 研究成功后，你必须第一个让 Apple 注射。只要他能够恢复，你提出的任何条件，我都会答应你。我的条件，你应该知道。成功以后，你要确认把曾庆海还有朝香宫交到我的手里。成交。乔汉生、朝香宫和曾庆海，他们都希望跟自己能掌控的人打交道，因为他们能了解别人的弱点。乔汉生当初放弃我，是因为他掌控不了我，摸不着我的命脉。而曾家阳却不同，曾家阳唯一的弱点就是 Apple。曾家阳、Apple， 还有你。你们几个孩子能幸存下来，活到今天，不容易呀。我那个老朋友，我发现他最近行动非常诡异，有点失控。我不希望看到你们其中任何一个人跟他有交易。危险呐，老爷子。你的意思是？乔汉生把曾家阳给耍了。告诉你朋友，一定要小心。谢谢老伯提醒，我知道了。上级指示，过两天我就要离开天津了。阿凯，曾庆海已经开始怀疑你了。如果继续留下来，你也会暴露。所以，你跟我一起走。好。若兰，我想了一夜，我希望你跟我们一起离开。去哪儿？上级命令我们去中央苏区。我吗？我也可以一起去吗？对啊。那里才是像你这样年轻人该去的地方，而且在那里也特别需要像你这样有见识的青年。怎么了？是不是有顾虑？我现在只是个外围团员，而且我父亲他……你现在已经成熟了很多，上级对你的表现特别满意，而且我们都觉得你已经跟你父亲划清了界限，如果继续留在天津，反而会畏手畏脚。可宝彤姐，我想问……想问廖胜辉。你说过要护他周全的。嗯，我是打算带他走。可是他单独找过我，他有自己的选择，而且他确实说服了我。不得不说，我以前是小看了他，所以我尊重他的选择。我想蒋叔也一定赞同我的决定。宝彤，我想带一个人。乔汉生他现在任何人都不能见。我有话要对他说。父亲， Q81 的实验处在最关键的时候，而且每一个步骤必须由他一个人完成，任何人都不能打扰。有什么话在实验之后再说。你清楚这个实验要做几个月甚至几年的时间。如果让黑龙会长知道你到这里来干预实验的进度，你猜他会怎么样？我看你是在给自己找麻烦。看来天津特务处没有及时得到上面的文件。会长有令，从明天开始，天津特务处所有的弟兄开始放假。朝香宫没有权利支配天津特务处，
他也支配不了。盛南实验室所有的警卫、保安工作，全部由暗部的人接手，所有的事情由我亲自向朝香宫汇报。我看这是你的命令。父亲，你说笑了。就算我本事再大，也不及你在朝香宫那边一句话来得有分量。曾家阳，我从来没有低估过你，但是你低估我了。舍得青云社？没什么舍不得的。青云社在我父亲手里的时候只是个小帮派，每天和人争地盘，打打杀杀。我父亲从来就不让我介入这件事情，后来他不在了，但是和别人结怨太多，我迫不得已开始重建青云社。如果那个时候青云社就这么散了，我可能活不到现在。是乔汉生帮了你。你是以阿凯的名义问，还是在你面前，我只是阿凯。乔汉生和我父亲是老朋友，自从14年前盛南孤儿院那场大火之后，他就神神叨叨的。他后来住在我家里，我父亲给他疗伤。我从小是跟着这么一个疯子玩大的。你又吓人了，调皮。你饿了吗？想不想吃东西啊？我带你去吃好不好？走。你没变疯可真算奇迹。其实他很天真，不谙世事的。把天津搅个天翻地覆，把一堆老油条玩弄于股掌之上，这么一个乔汉生在你嘴里居然是天真不谙世事。也许天才的一半是疯子，另外一半是孩子吧。要不是他，你觉得我可能在天津卫那么多堂口立足吗？这我信。能跟朝香宫和曾庆海都这么久还不翻船，耍弄耍弄堂口博你上位，对他来说很容易，所以你舍得离开他？他和青云社已经没什么关系了，和我也没什么关系了。他现在一心一意的只想着复仇，想着他的 Q81。阿凯，以前我利用你，你介意吗？上级有计划离开天津，我也会走，我们一起，我带你去一个新世界。会长撤走我的警卫，换上暗部忍者，如此大费周章，是不是在下的工作会长有所不满呢？曾先生，你身兼数职过于辛苦，最近警察厅的事务又繁忙，又要应付蒋委员长抓青年社，都耗费精力嘛。如此说来，我应该感谢会长才对。别那么客气，曾先生，趁这个机会你可以好好休息一下，可以完完全全巩固一下你的势力，毕竟你的志向不在于此嘛。再说咱们的年纪拼杀不动了，既然年轻人愿意担起重担，就给他们一个机会尝试尝试。哎，是啊是啊。会长，
作为嘉阳的义父，有些话我本不该说，可是考虑到帝国的利益，我又不得不说。嘉阳跟乔汉生的关系很不明朗，你让嘉阳主持 Q81的实验，我怕会生出事端来。不会，中国有句老话，英雄难过美人关，这年轻人最容易被儿女私情绑住手脚，现在他的心上人在我手里，他还敢轻举妄动吗？这么说是我多虑了，告辞。青音小姐，跟了我这么久，打算跟到什么时候？会长让我贴身保护你。贴身保护？好。我是不是要谢谢会长对我的爱戴？我告诉你，不要耍什么花样，否则……是阿罗。朝香宫会长让你贴身保护，既然是贴身，那就贴近点，千万别丢了。嗯，你老跟着我干什么呀？我都忘了我要去哪儿了。老师，成功了 ，Q81成功了！让我自在一点，所以我关了灯，怕你看到我的脸会吓你一跳。你自在了，别人永远不自在。这么多年习惯还是不改啊，
晚上睡觉枪不离身，还是压在枕头底下。现在想杀我的人比14年前多得多。我也是其中之一啊。你要想杀了我，有的是机会。记得小的时候我们一起出去偷东西，有一次偷了一包香烟，那是国外进口的。我记得你是怎么说的？我说总有一天我会跟那些有钱人一样，每天都抽这种烟。你恐怕不是来跟我叙旧的吧？这是什么 ？Q81成功了。你以为我会相信吗？朝香宫与你，我要选择的话，我宁愿选择你。你想要什么？你会知道的。曾家阳，胜南一切事务由你负责。现在乔汉生失踪了，你脱得了关系吗？说，乔汉生到哪儿去了？就算你现在杀了我，我也不知道他的下落。既然你一味的包庇，就别怪本会长心狠手辣。会长为什么事情发这么大脾气啊？乔先生倒出现了，这个曾家阳擅离职守，险些给帝国实验造成巨大的损失。会长你不必担忧，你期待14年的 Q81实验就快要成功了。那乔先生也不必卖关子了，需要多长时间？那就要看会长的态度了。现在我还需要这位年轻人帮忙。会长确定要在这个时候置他于死地吗？走吧，年轻人。林医生，试试这个药。快！能告诉我去哪儿？我去送了一张入场券，这么大出戏，我可不希望有任何人错过。你说 Q81的实验就快成功了，是不是真的？我说了谎。事实上，不是快要成功了，是已经成功了。这就是 Q81，看起来那么普通。普通的外表，惊人的力量吧。是不是注射完之后，艾普就能恢复正常了？
不可能完全恢复正常，它现在的功能都会继续保留，只是不会再有后遗症。可我以为注射完以后，它就会像普通人一样了。哼 ，Apple 的身体在14年前注射了 Q81以后，已经发生了根本的改变，它不可能再是一个普通的人。我希望事情完成之后，你要记住我们的交易，给 Apple 注射 Q81。我们的交易是，你先把朝香宫和曾庆海交给我，然后我再为 Apple 注射 Q81。放心吧，我会把人交给你的。你确定你能够解决那两个老家伙？这是我的事情，你要做的就是记住交易。我会记住的。不过我要提醒你，以 Apple 现在的情况，你有能力制止他吗？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。那么谁是最后的黄雀呢？曾庆海和朝香宫，无论是谁最终得到了 Q81，他们一定会拿你做实验。到时候，你只要让 Apple 代替你，我会给他准备超大剂量的镇定剂，这是唯一，也是最好的办法。今日却发生了诸多误会，实在让人忧心。不久便是大日本天皇的生辰，不如这样子，让本会长来做主，成就两国一桩美事。此次本会长来华，机缘巧合之下遇见一名虎将，肯为大日本帝国鞍前马后鞠躬尽瘁，使本会长十分感动。诸位在场可以做此见证，本会长决定收此人做义子。可不知曾公子，你意下如何？
拜见义父大人。真丢中国人的脸！什么东西？这是！哎，怎么了？你不知道啊？刚才这里边有一个中国人认一个日本人做干爹，这真他娘的丢人！呸！什么东西？这是！认贼作父，你先别这么激动。他认都认了，难不成你跟他也要划清界限？我爸是这样，现在家养也这样，我还有什么理由留下来？若兰，我觉得这里边的事儿没这么简单。他毕竟是你哥，你回去问问他，说不定他有什么苦衷。好，我听你的。出来吧，认贼作父的那个人。都听见了吧？若兰会怎么说？我已经想到了。为了 Apple 非得弄成这样吗？你知道现在全天津卫的人怎么说你？卖国求荣的汉奸，走狗一条。还有新的吗？有新的我一定告诉你。在戏院谢谢你。你怎么知道？除了你还能有谁？说说你下一步的计划。我跟乔汉生做了交易。Q 八幺的实验已经成功了，什么时候？几个小时以前，消息会传得很快。天津特务处还有暗部的力量会很快集中到那里，所以 ，Apple 的安危就在今晚。你的意思是，想让我帮你守住外围？盛南的防卫部署图，你负责帮我把外面的人引开，千万不要让他们进入到实验室。就这些。看来你还是想保持你一向独行侠的作风，别怪我没提醒你。你斗不过那帮老狐狸。潘老头告诉我，乔汉生深知你们的软肋，要想弄死你们，十几年前他就可以。一凡，你还信不信我？你说呢？现在这盘棋不下下去是不行了。今天晚上无论发生什么事情，我都会把艾婆救出来。你把她带走。不是我带她走，是咱们三个一起走。
阿凯，我们通过廖胜辉在码头上建了联络线，曼奇和青云社一直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组织上也有发展他的打算，所以领导同意你们一起走。多谢。那你先去准备一下吧。好。宝彤姐，我还是想留在天津。为什么呀？敌后才能让我真正的得到锻炼。可是，放心吧，我会小心的。也好，等中央决定重新建立天津地下组织的时候，一定会再联系你的。所以在那之前，你的任务就是要潜伏下来，收集情报，然后单线跟我联系。我懂，我一定不会擅自行动的。若兰，既然你已经决定留下来跟他共同作战，那不管是作为你的领导，还是作为你的朋友，我都衷心的祝福你们，希望你们能够互相扶持，共同进步。好了，我该走了。宝彤姐，谢谢你。坚持住，保重。我相信我们一定会胜利的。这是镇静剂，两倍剂量。不能太久。这一切就要在今夜落幕了。你怎么来了？你要去哪儿？办一件很重要的事儿。你跟嘉阳说的话，其实我在外面都听见了。如果你要去的话，带上我一起。我不能带你去，太危险了。胜辉，我知道你在乎他们，不想失去他们。可是你不要扔下我一个人好吗？别让我这么袖手旁观的。我只是想陪着你，陪你一起去救你认为最最重要的人。就像你曾经跟我说过，
你不愿意让我一个人孤单的在这个世界上。其实有句话，我一直想对你说。这辈子，你也是我最不想失去的那个人。对不起。 盘百年不遇的棋局是怎么结束？我们一起去。 我怎么知道这是不是真的？玉子小姐就可以证明，注射完以后，她就会恢复正常。14年来的后遗症也就消失了。等一下，你刚刚说恢复正常，你的意思是指她会恢复以前的记忆？当然了，不信。 不能恢复以前的记忆。当然了，不信。他不能恢复以前的记忆。曾庆海， K58这个实验，咱们帝国投入那么多人力物力，大半都进了你的口袋。我们也帮助你，助你一臂之力爬到这个位置，天津特务处，还有警察厅，你这个位置也离不开帝国的支持。而如今大功告成，这么荣耀的时刻，你不应该接受这个嘉奖吗？难道你不想 将这14年的期盼都在自己身上得到印证吗？